请旺角街坊会理事长、理事会主席兼大会统筹委员会主席梁华星太平绅士。旺角街坊会首席会长兼大会统筹委员会主席罗乐铭先生 M.H. 大会主席陈香莲女士，大会首席会长叶德荣先生，大会会长罗慧珍女士、何志强先生、吴锦祥先生、黄子成先生、黄有德先生，陪同各主礼嘉宾到台上就座。恭请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晓辉 SBS 太平绅士、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九龙工作部部长何正先生、油尖旺民政事务专员蔡亮太平绅士、油尖旺区议会主席叶茂东先生、社会福利处九龙城及油尖旺区福利专员黄燕仪女士、旺角警区指挥官金荣耀总警司、廉政公署西九龙首席廉政教育主任严厚允女士、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油尖旺区康乐事务经理许嘉文先生、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柏志高 GBS 太平绅士、九龙总商会副理事长梁金堂先生、港九各区街坊会协进会主席蔡培先生、消防处理副处长罗少恒博士、广东省政协常委邓佑才 BBS 太平绅士、九龙西区各界协会会长范敏华先生、大会副会长陈仲杰先生 MH、 郭永昌先生、梁志军先生、卓德刚先生、吕金榜博士、黄宝勤先生上台就座。我请各位嘉宾请坐先吓，请坐，我哋再次俾热烈嘅掌声。黄剑华先生、关树根先生、黄信广先生、梁平欢先生、梁巨海先生、名誉会长夏建平女士，陪同以下嘉宾，包括有中山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黄色航先生、中山市黄埔镇党委委员范景团先生、广州市海珠区委统战部副调研员刁永忠先生、广州市海珠区政协副主席张炳祥先生、广州市海珠区侨务事和事外办事公室副主任郑家驹先生、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侨务和外事办公室主任刘玉光先生、广州市白云区政协副主席张实先生、广州市黄埔区副区长梁静华先生、佛山市南海区民政局副局长丁坚先生、佛山市南海区大力镇社会工作副局长游雪朱女士、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党委委员梁庆超先生、无锡市海外联谊会秘书长赵俊明先生、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副理事长李卓君先生、油尖旺健康城市督导委员会主席叶华 BBS 太平绅士、香港消防处九龙西区指挥官卢锦荣先生、香港童军九龙地域总监谭国权先生、爱心传达慈善基金会主席陈爱清女士、中华电力区域关系经理邱建明博士、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黄舒明女士 MH、名誉会长高宝玲 BBS 太平绅士、油尖旺区议员中国务 BBS 太平绅士、蔡少峰先生、刘伯奇先生、黄建新先生、杨子希先生 MH、 钟泽辉先生、余德宝先生、杨振华先生、关秀玲女士、孔超华先生、油尖区康乐体育会主席赵宇希 BBS 太平绅士、由尖旺东分区委员会主席张家豪先生、南分区委员会主席曾锦明先生 MH、 北分区委员会主席罗少雄先生 MH、 尖沙咀街坊福利会理事长苏仲平院士 MH、 香港中山同乡会主席张玉山先生、香港中山社团总会主席简直航先生、香港童军旺角区总监谭宝星先生、香港药行商会理事长黄炳明先生、香港省善珍堂主席黄汉汉先生、大会顾问李广林先生 BBS、 侯永昌先生 BBS、 叶建忠先生、刘国芳先生、黄友晶女士、钱佩群女士、陈伟全先生、赵凤仪女士到台上就座。好，多谢晒咁多位台上嘅嘉宾，我再一次俾好啦，我哋各位嘅嘉宾都准备一下，嗱，我哋数一二三啦，好唔好啊？嚟咯，我哋前面。
進行咧，實在有賴各界嘅人士鼎力支持同埋贊助噶。本會亦都準備咗少少紀念品咧，係以表謝意喎。現在我哋有請民政事務局呢個時間咧，請我哋。好，我哋而家咧請我哋嘅第一排嘅其餘嘅嘉賓，亦都係移步到台下就位嘅。我哋有請第一排嘅嘉賓，請移步到台。係啦，麻煩係啊，咁多位。好，咁我哋一陣間咧就會請幾位嘅嘉賓咧，就為我哋喺台前面呢一條哇金光閃閃嘅金龍咧，就進行點睛同埋掛紅噶嚇。好，小心。好啦，我哋請各位就位之後咧，我哋就會恭請我哋嘅點睛嘅嘉賓噶嚇，同埋掛紅嘅嘉賓嘅。好啦，金龍都準備好啦，我哋嘉賓咧準備就位啦。好，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係會有請大會統籌委員會主席梁華勝太平紳士羅羅銘先生 Manage 大會主席陳香蓮女士、大會首席會長葉德榮先生陪同我哋嘅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輝 SBS 太平紳士、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九龍工作部部長何正先生為我哋嘅金龍三巴掛紅以及點睛噶，有請咁多位。金龍點睛，氣勢強勁，社會安寧，步步高升。兩邊同步進行緊我哋呢一個嘅。好啦，冇錯啦，我哋省思區嗰邊咧，亦都係影緊大合照啊！咁跟住咧，好，我哋當然要影張合照留念啦，一年一度嘅盛事啊嘛。啊，我哋點埋條脷咧，就代表大吉大利。冇錯，咁啊，仲有咧金龍兔珠嘅儀式啊！咁金龍兔珠咧，亦都係寓意。再勁啲，一齊數一二三，好唔好啊？嚟啦噃！好，一、二、三，親友弟歡迎進場。好啦，金龍賀廟會，兩球嘅金龍，兩條金龍，我哋都阿郭師傅親自督導啊！冇錯啦，咁祝願住我哋個個啦嚇。又搲金又搲銀啊！搲多啲財富啦！今年嚇、啊、有金又有銀啊！冇錯啦，大家咧都係家肥屋潤、珠光寶氣啊！財富滾滾進你嘅袋啊、錢包啊、銀行户口啊，進帳數字啊節節上升啊！財富同健康一樣咁樣進入你嗰度啦，係咪？最緊要大家又可以揾到錢，又可以剩到錢，又有健康，仲有就係冇錯啦。系啦，咁诶，跟住都系里边咧，我哋条龙咧嘅成员咧系生命工厂嘅成员嚟噶。好多谢晒你啊！金龙贺庙会系由国士功夫金龙醒狮团带领嘅双龙祝贺特区成立20周年，恭喜晒，恭喜晒我哋嘅香港！哇，好大支国士功夫嘅旗帜啊！劲啊！好，首狮嘅醒狮队伍就系鸿运当头啊！第一队嘅醒狮队，仲有金兵辉煌啊！冇错，哇，全部都系非常之好嘅意头啊！国士功夫金龙醒狮团何淼会，哇，佢哋今日有60头嘅醒狮，大家数唔数到啊？真系真系眼花缭乱，一时间都唔知点数。好，總之就是陣容鼎盛的醒獅團啦。好，醒獅團咧，而家就喺我哋台前。好，大家好，龍星虎猛啊！冇錯，向我哋台上面嘅各位主禮嘉賓，各位嘉賓咧就係舞動同埋係揮旗同埋國旗啊，係啦，冇揮動佢哋嘅。係啦，我哋每年咧都會派我哋嘅國旗啦。區揮旗咧，俾大家咧就係一齊揮動，好嘛？冇錯，我哋街坊都有喎。耶！
鬧嘅氣氛啊，開開心心，希望大家日日都開開心心，生活愉快。我哋香港永遠都是盛世繁榮。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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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都好投入呢一個嘅巡遊裏邊啊！哇，犀利啦！佢哋攞啲氣球啊，扭咗一啲嘅唔同嘅造型啊，成啲絲啊、金雞仔啊出嚟噶嘛！係啊！係啊！我哋呼籲下你，幫手扭做嘅演出啦！醒獅隊嚟啦，又嚟自國士功夫金龍醒獅團嘅朋友為我哋帶嚟呢個金龍獻瑞嘅表演㗎。龙入水啊！有冇留意到咧？我哋今次呢条金龙嘅头咧，系大好多，精神好多。系啊，街头街尾都见到啊，好大条金龙啊！參與呢個巡遊嘅隊伍或者表演嘅隊伍咧，有成一千人啊，超過。超過一千人㗎，好犀利㗎！我相信咧，今日咧嚟到呢度參與啊，或者係欣賞呢一個廟會嘅朋友咧，都好多好多好多，每一年都有增加嘅數字啊，數以萬計啊！係啦，咁啊，壓軸嘅國士金龍醒獅團嘅演出咧。未代表我哋嘅節目完噶喎，冇錯，因為今日呢一個開幕儀式咧，只不過係一個開場秀嘅，冇錯啦。
稍後咧舞台上面有其他嘅豐富節目演出啦。咁啊，今晚咧，我哋一年一度期待嘅呢一個名歌金龍嘅我哋嘅演出。冇錯啦，咁啊，所以咧，希望各位街坊你都準時咧，係出席我哋嘅各項嘅活動喎。冇錯啦，今晚係啦，咁啊，我哋多謝曬，我哋稍後咧亦都安排下午嘅節目，我哋晚上再見啦，文君。冇錯啦，我哋晚上幾點鐘再嚟同大家見面咧？七點零鐘我就會到噶啦。我哋準備喺度就睡噶啦。冇錯啦。Hello，Hello， 你好啊，亨兒。好，小心啊，華好，請各位繼續留步，多謝各位。多謝曬，歡迎大家繼續留步欣賞台上面嘅精彩表演項目㗎。係啦。